OK，Hello，、okay.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GC and Kenny。在这一期呢，我为大家准备了跟以往有点不一样的特备啊。以往我们都是使用那些 Morning Syrup 啊，来跟大家介绍如何使用并且冲泡各式各样饮料的。可是在这一期呢，我们就做了一期关于 Ice Blend 的一个特备啊，我们将会制作出不一样的口味、不一样的风味的Ice Blend 的饮料分享给大家的。So hi guys, welcome you guys to see this episode of GC and Kenny. So in this episode, we make this episode a little bit more special, which is in this episode, we are just we'll share with you guys four types of ice blended drinks, or we call it ice smoothie. So if you have any friends, family, or even like cousin or neighbor who are interested on how to make variety flavor of the ice smoothie or ice blended, please share our live link to them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come and see our live show together. 好，所以就像我说的，这期我们会跟大家介绍的有抹茶味道的，有提拉米苏味道，还有 strawberry， 还有等等等等不一样的口味的这个冰沙的。所以要是你有任何亲戚朋友、阿公阿嬷或者是隔壁邻居对于冰沙 ice blender 这种东西有兴趣的话呢，记得在我们开始冲泡之前把我们的 live video share 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一起来收看并且学习的。要是你们是在拉扎达或者是手臂收看这的呢，可以先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那个 item list 里面所有的那些 item 啊。然后这一期呢，你们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来自我们公司的 marketing 的 department 啊，非常荣幸的可以跟他做一个跨 department 的合作啊，让他可以跟我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期的四杯不一样饮料。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 Golden Choice Marketing Team 的 Rubenly。所以今天将会由你来冲泡，我就负责用嘴巴讲话。给你上啦！我已经上了，还有什么后面？这个就是其中一点，为什么我喜欢叫人家来做，就是用八毫就可以做烂了。嗯，你就好了。OK， 好所以我们今天会做有四种口味吧。OK。你想要先做哪一个先？嗯，两四种。我们有 strawberry， OK， 最富的 strawberry， 我们有 gentle， 昨天你看到做不到那个，然后还有抹茶，有 tiramisu， 就先做抹茶。好 ，strawberry。那我亏，我笑死，这东西都是你定。OK， 来，我们来做 gentle， 你要哪个 ？tiramisu 是吗？你选，就是你讲过你要一次过全部丢进去。好，你要抹茶是吗？抹茶先啊，抹茶，因为很多抹茶的成分。是 ，OK， 好 ，So 我们就开始今天制作我们的第一杯饮料。来，第一杯饮料我们会用到有什么饮料吗？有 ，OK， 我们的 title 是 Matcha Ice Blender， So 我们首先会使用 4 spoon of Matcha FD powder， OK， 然后用 2 spoon of creamer， 之后呢，再来我们会使用 60 ml of hot water。然后再来再加 20 ml of fructose and 20 grams of ice。So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杯 ice blender 的这个 SOP 了。好，有兴趣在家里尝试的话呢，可以趁现在截图下来。Special。可以。放久一点的加杯。放久一点。Special 放久一点。你要不要爬上去多久？OK， 好 ，So 我们就开始放我们的材料吧。OK，So first step is。我其实已经帮你量好了，我怕你量不准。对不起。我立刻量准。来，这个是我们的抹茶包的。OK。来，我们的抹茶包的呢，我们使用的就是这一种，闺蜜炒的，是闺蜜炒的吗？对。这种闺蜜炒的抹茶包的，它里面已经有奶精，已经有糖粉。少许的糖分。少许的糖分。So, 如果你们看不到的话，它是大致上是。大致上。大致上是这样的。OK。如果看不到，可以到我们的公司这里给我们拿一些水分或者来尝试啊。所以是有点绿绿白白的样子啊。啊，对，就不会像 pure matcha 这样 pure 这样的暗色。所以哦，对于那些在 office 或者在家里有这样多材料的朋友，就可以直接买这种 mix 酸的掺热水。如果甜的话呢，那你妈妈一点白糖去搅。
哦，就可以冲泡出那非常美味的一个抹茶了，是不是？而且很便宜嘛哦，这个一公斤又可以冲很多杯哦，可以冲30多杯，很划算。然后你在家里自己喝，我就不需要去外面弄。很划算。很划算。Okay, 很划算，好，就是非常值得的意思。对，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好，所以如果我们倒这个粉进去之前呢，我们需要把它融化掉，所以我们需要60ml 的热水。你有准备热水吗？有，这是我们的小杯杯。小杯杯。啊，60ml 热水。什么东西？好，60ml 的热水。So the first cup of drink we are making is the matcha ice blender. For the first step, we put in 60ml of the hot water, and then only we put in 4 scoops of the matcha powder. It's around 48 grams. 48克的matcha powder.啊、因为它是 premix 的那样子，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喝的时候会有那种沙沙滴滴颗粒的感觉。抹茶的都可以接受那种沙沙的东西。嗯，应该会吧，通常都是很滑顺的。很滑顺。哎，所以大家可以看是很滑顺的。很滑。哎，不会有颗粒感。嗯，然后我们再加多2汤匙的 creamer， and then next we will gonna add in 2 scoop with around 24 grams of the creamer。Yep, just inside.、Okay.加进去24克的这个奶精，再搅拌。好，每人取风，吃搭配好。我不是取风。对，取风。我是靠水。保证我是靠水的蛋。OK。好，搅拌了均匀过后呢，拿出我们的分热枪。OK。倒进去。啊，也可以。好。现在可以倒吗？可以。然后我们再加入20ml 的糖浆，好，糖浆这个，我帮你放。OK， 你帮我放吧。好，一个 OK， so for the fructose, we just need the BML of the fructose， 然后就20毫升的糖浆。OK。然后就是200的冰块。And then we're gonna put in 200 grams of ice, so like this, 700 ml of fruit cup is equal to 200 grams of ice. 所以200克的冰块，接下来去搅拌。搅拌。对。我就可以直接打。直接打。打，它会痛的。好的。好的，让老板看到的。好，来，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一台热水模具，你要跟观众介绍。OK， 我们这个模具呢，它就是 Marine T。它是最新的 series， 它特别是在呢，它可以 4-in-1， 也就是说它可以拿来萃茶 brew tea， 然后也可以拿来当 shaker， 然后还可以做奶泡，奶泡或者是做奶盖也可以，当然也可以拿来做 ice blend。OK， ice blend 的话就用这个透明的，透明的。OK， 所以它不一样的模具有不一样的方式，方式啊，对，不同不一样的那个胶。OK， 好，所以我们就开始blend。哦，按一次吗？按两次也是可以。两次啊？啊，一次跟两次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差别？你先按先。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搅拌好的这个抹茶苏打。哇，好少啊！来给观众朋友们看。好 ，so this is our matcha ice blender. We have put in the 4 scoops of the matcha powder, 2 spoons of the creamer, 60ml of the hot water, 20ml of fructose, and a little bit of inside. Now, this is the best way or the correct way to make the perfect matcha ice blender. So now let's just put it into our glass. Which glass? Which glass you want? Which glass you want? Let's choose. 那个搞错错吗？搞错错了。你
说说就牙签。好，所以牙签，牙签。所以来你看。有没有很疗愈？你早上快不疗愈了。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杯，就是我们的 Matcha Ice Blender。啊，如果说觉得有点单调的话呢，我们可以为它做一点点的点缀。做个点缀。点缀，我们可以加入冰块。OK。所以我手上拿的这支呢，就是 Candy Bean Green， 会用到这个。对，这个我会用，这个我听到。你很熟练吗？你要摇颜色。好、哦，所以。摇不了谁给你色？它也可以色在那个上面比较美吗？啊，色多一点。所以、so, 这个是已经是 ready made 的，然后你不需要再自己去买一个 whipping cream 自己制作。所以这个很方便，所以你只需要买，然后收进冰橱，当你要用到的时候，你开关，然后用在你的饮料上就可以了。OK。就是用完就给我关上。对。用了吗？哇、哦，漂亮啊！是不是色到人生？哇，这粉！啊，如果要是觉得这样还不够漂亮的话，怎么办？啊，可以不介意的话，可以在上面撒一点啊，那种抹茶包的。抹茶包的，或者说那些水果啊之类啊，包肉粉啊，都可以。OK， 所以我们第一杯就算完成了，等下我们过后再打扫吧。哦。OK， 又哦。啊。又哦。你上次你对我说什么玩笑？不是。女人的嘴骗人的口。你记错别的女人。好，来下一杯，我们要做什么？想泡什么再一杯？再一杯。想泡什么才对？想泡什么？我要那个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好，来，我们现在就来制作我们的提拉米苏 ice cream 的。我的天。我怕你拉扯，哎，好，继续。OK， 来。所以制作我们的提拉米苏的过程呢，只是跟刚才大同小异哦，只是颜色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提拉米苏 smoothie 的 recipe 来。OK， 来 ，so this is our 提拉米苏 smoothie。So we prepare 60 ml of hot water， 4 spoon 提拉米苏 powder， 2 spoon creamer， 20 ml fructose， 200 gram ice， and Oreo crunch powder。Yep， so。If you guys want to try it out, just click on. You can search out. You also put this down in below comment, so you can refer to the comment. Yes.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制作我们这一杯提拉米苏 smoothie。Okay. 所以拿出我们的一个杯子。杯我。把重点用这个。啊。这个我觉得凉。黄小金，但是不是？我有我准备的水卡给你。不要Oh, sorry.Okay, so we need 60 ml of the hot water. Now we have 好，水呢，热水倒进去。接下来48 gram 的提拉米苏 powder， 这是我们用量好的。So we need 48 gram of the 提拉米苏 powder. Yep, boom. And then we can add in 2 spoons of creamer, 24 gram 的 creamer.也是我手上这一种一公斤包装的，我也讲几次 OP 四。嗯，如果你是商业化的呢，你就可以买一个大包的，也就是 25kg 的。OK。嗯。你等于六包，三包。就是等于25kg 的三包有吗？嘘。OK。我的照片。好，然后我们现在同样的将它搅拌均匀。要看粉谁装的？很像我阿妈家里泡的咖啡那种。我看到有想到那个果冰店那个阿奶。阿奶。阿奶要泡水的那个。哈哈哈哈哈。好，然后不要去掉我的糖浆我们要几扎？一扎。一扎。多阿布罗。OK， 多阿布罗，我们要 fructose。So we put in the DM of the fructose inside and stir just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next, take out our blender jar, which is the Malin ice blender jar, and 200 grams of ice. Malin.
莫凉。那因为全是什么叫阿雷？雷。阿雷。所以把我们的提拉米苏倒进去里面。你有揣过那种加 cake 下去的东西吗？加什么 ？cake。cake。提拉米苏是什么 ？cake。啊哈。cake 不，那我看能不能加进去。找一点试试啊。叫学生做。嗯。好，学生 ，we are waiting on 提拉米苏。cake。cake。cheesecake 也可以。然后变成提拉米苏 cheesecake smoothie。All right, so now we're ready.
For the ice cream, you use this coconut shake blender pack. So this coconut shake ice blender pack is very convenient, okay? So it's very convenient. Oh, how convenient?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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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 ice jar， 过后你就再加你的冰块，加一点少许的糖，再加一点少许的冰 cream， 你就可以作为那个 ice coconut。就冰块啊，千多。千多，所以如果你只是单单要做 ice coconut shake 的话啦，你就会好像做到那个 马拉卡那个 clayban 的那个 coconut shake，OK？clayban。哎，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不是有出名一个 clayban coconut ice shake 吗？你现在讲你就知道出名。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将它打开。来，要缩到你打包。打开。打包。所以我们先整包倒下去，是不是？对。完全不要倒啊。OK。OK， 整包给它倒下去过后呢，我们只需要再加入100毫升的水。So after we put in the ice in the bag, we just need to add in like 100 ml of ice. So 100 ml of ice is very good. 100 ml of the water. This is the water. Okay. Yes, 100 ml is for this. Okay. So put 100 ml. Yep, just pour inside. And then just blend it. But before that, okay. Yep, I want this one. 30 ml, 你来，只是倒下去还是你？我觉得，so for the 30 ml, maybe we can just like 15, we just put in the glass, and then okay. Another 15, we just pour it on the top. So you try first. I don't know how it feels like. Something like this one. Oh, okay. 你是把15 ml 先挂杯。 然后之后再另外15 ml 再淋在那个口袋，是吗？对，果然没有选错的，一起来开直播。哈哈。OK。好，所以加完这过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一条一条的这个针堆倒进去里面。OK。来 ，And then we add in the 针堆，this one is the instant one， is it？ 要instant吗？要instant即用的这个针堆，把你的这个现用的。好。 So after we add in, now we can pour our coconut shake inside. 倒下去了。倒下去了。要拿汤匙，还发现点的是这样，就是点成三。怎么这样点？点啊，然后往那边。哇，你这个叫点啊？你这个叫倒。你不要整我，没事。哦，你是地了，你还有起来了。 那这个也是美美的。嗯，不，海伦。海伦啊，是不是？OK。好。是。我是什么？反正我就放心。 And then we add in another 15 ml of the coconut caramel. Just pour it on the top. 就再量一个15 ml， 在最后再淋在那个 coconut ice 上面。来。就是这样。有水源。水源。 看你的功底，你看。啊哈，哇，你饮料真的是很水。哎，我水的很漂亮，你看，真的是整座山那种火山爆发的感觉，好不好？来，我这个枕头呀，有像有火山。然后，and then we need to add in 1 kilo of the cream on the top 啊。On the top。你的巅峰。Okay。
我的节目。啊，这些东西的成败就在你手上了。别败卡，别忘记我送你。你要败黑。我妈妈。So this is our third dream we have the 2020 version of the Chandoy. 有没有觉得想喝？是不是感觉得到他会漏抢桌子？我们的幕后节目组全部很想要抢这一杯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汤匙擦掉是你的事了。哼，你是谁？我觉得要属于中底。好 ，So this is our third dream we have put in. What we have put in to make this drink? Chendol, 30 gram. Yep. 然后30 ml of coconut caramel syrup. Okay, which one, is in this bottle. Okay, and one pack of iced coconut shake is from Thailand. Okay. So, and 100 ml of water and 30 gram of red bean is an instant red bean. Yep. Okay. So, 有观众问到打500ml 大概要放几多？打500ml 的话呢，可能就要放到这个是100，一包是那个什么？这个一包 aspirin 是100公斤啊。500公斤。然后如果打500的话呢，如果说要味道重一点的话，是比较建议说直接放两包，反正两包。其实 ice 那一包就可以了，放500。再加冰。再加冰块。通常都建议都是要先加冰块，加冰块过后你再另外加那个ice 那个 coconut ice blend 就可以了。如果不够甜，你再加糖那些。depends on 你们要多甜呐、啊。好的，所以要像我们的主播罗文玲姐姐这样甜的话呢，那不都是难怪是不是？甜死了，我脚都掉了。So now we have 1, 2, 3. So now let's move to our last drink.Finally, last drink is the one. Strawberry. My favorite is one. So for the last drink, we have our strawberry smoothie. Right? Okay. So 我们的 SOP 是80 gram of frozen strawberry puree, 100 ml water, 14 gram of creamer, 150 gram of ice, and 15 ml of GC strawberry premium topping. Yes.So, like I said just now, if you want to make it at home, just screenshot the recipe. Or else you can find the recipe below the comment section. Yeah. Yep. And if you want to know that what we already are making on the previous screen, what ingredient that we are using, can always check out on the button at the Lazada or Shopee app below. And if you're watching at the Facebook, you can always see the replay on our Facebook page if you just come in on the middle of the live. Yeah. Isn't it? Yes. So now let's just move to our last ring. We have our strawberry smoothie. So take out our fancy leather jar. Listen, John. Yep. So, the first ingredient we put in 100 ml of water. 100 ml of the water, 100 ml of water, 100 ml of water. Okay. So, 接下来是这一个 80 gram of frozen strawberry puree. 你要介绍一下 the real. So,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strawberry frozen puree, 是冷藏的，它是大概有98%就是99%的那个草莓。So, 你可以直接即用的，而且呢你可以拿来做一些甜点啊甜品啊，或者是做 ice blend 啊，你要做 juice 呢也是可以的。所以它里面不只是汁啊，也是有一那个对一颗一颗的 strawberry 果肉。So, 差不多这种大概有一斤咯。就是一斤咯。一斤咯 size。So, yep, 所以我们就加这个 frozen puree. So we add 80 gram of this frozen puree inside the blender jar together with the 100 ml of water. And then now we put in 14 gram of creamer. So just give me the spoon, creamer. Yep. Thank you.
sorry. Before that, we can just add in the smoothie powder. Okay, around 6 grams of smoothie powder. Creamer, give me a second. Alright, so the purpose of we add on the smoothie powder is because 我们要让它比较顺滑一点. So 当你加这个 smoothie powder 过后呢，整体泡出来呢就会比较顺滑，而且口感呢不会再有那种粒粒的沙沙的感觉。 那就不会这么快就分层了，所以大家很多人就会讲，为什么我的 ice blend 每次都是分层的？所以因为你少加了一样东西，也就是那个 smoothie powder。对，所以加了 smoothie powder 后，我们只需要加入 14 gram 的 creamer。OK， 然后，没有，还有冰块，冰块，冰块150。 So we can put in 15 ml of the strawberry premium from syrup from Golden Choice. From Golden Choice, ping pong. Ping pong. What do you mean? Is that ping pong? Ping pong. Pong pong pong. Yep. So 15 ml. Okay. Ping pong. Then, cup pay ha. Cup pay, do it. Will cup pay ma? Will ma? Will ma. 还有保温汤。 这次的直播记得要点击 like follow 我们 share and comment， so
Instagram 和我们的 website。对，所以 so if you are watching on the Facebook or sorry Facebook, if you are watching on the Lazada or Shopee and you like our show, you can always check out all of the live replay on our Facebook, which is Golden Choice Marketing Sustainable Hub. Only Golden Choice. Okay, we make it simple and neat. So just go to Facebook, search the Golden Choice, and then you will see our patient all of every our live episode. Yes. Yep. And we also having a yogurt workshop and fruity workshop as well. So if you wish to learn more, you can like PM us or call us, inbox us below so that we will tell you more information. So 有人问 smoothie powder 要放多少？所以可以放大概一匙嘛，就一匙差不多六到八 gram 这样子，我一杯五百那个，好，没有问题啦。Okay. Yep. So back to the topic just now. Yes, if you would like to see all the promotion and interested on the variety of the workshop, can.Kindly go to our website to find out more. And if you already see the 1, 2, 3, 4, the program that we made and you like it, but you don't have the ingredient, we have a good news for you. We have all of the ingredient that we are using on today. Mm-hmm. We are selling on Lazada and Shopee. Or else you can just walk in. Golden Choice. Golden Choice. Yes.And Golden Choice, yes, if you are living in the KL area, yes, you are always welcome. And also, we do provide delivery to our station by using third party of lorry's driver. So, any transportation have to be bear by customer. Yep, so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deliver the product that you like or the goods to your hand. Alright, so this is the end of the live show. I'm the meteorologist from the Golden Choice. My name is Kenny and we have our marketing department. Yes. I'm Romaline Peng. Okay, so if you would like to see Romaline Peng at our next episode, kindly just comment down below. So we will try to convince her to join our live in next or every episode of coming live. So thanks you guys for watching. 非常谢谢你们的收看。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你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想要在我们下一期收看到的内容，或者是就内容啊，可以直接 inbox 或者是在 video 的下方 comment 打 comment 或者是 PM 我们就会教你更多，或者是跟你了解。有什么你需要的东西，就只需要 PM 就好了。然后如果你们下期想看到我旁边这位美女那里，同样的就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啊，在私聊中间，我们会尝试的说服她，在我们未来的每一期 live 都有出现的。好，所以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大家拜拜，拜拜，对，两场。